这粉红色的糖啊，不是你最爱吃的。我爱吧。我这摆无想要吃。这不是你最爱吃的糖啊？以前在实验室的时阵，常常买来吃，搁会放伫俊阿的桌顶。那是以前的代志，我这摆在减肥。吃一粒不要紧啦，妈妈有讲过啊，吃滴滴心情就会较好啊。来，吃一粒。我就讲我无想要吃，你是听无？我是头壳，不要紧，这糖啊，当有热的。不用垃圾。今日让你喷到规身躯，等到落迄个查甫是我最重要客户。你安尼甲伊创滴，我该找时间去甲伊回信嘞。你敢知影？你造成我最大的困扰。我嘛唔知是啥物人啊，我就看到伊咧欺负你，想讲伊是歹人，我真系想拢无想，就冲出去。是嘞啦。即卖回信嘞有啥物内容啊？代志拢已经发生了，那无我陪你去甲伊回信嘞，叫伊莫甲你生气啊，骂骂就骂我就好啊。不对哦，以后你莫阁大做大意就好啊。我知啊，我会听你的话。啊，那安尼哦，你敢要食这个？啊，江总裁，你来啊！我听大伯讲，这间这么舒适的厝是你斗三工安排的，真正足多谢你的。哎，这应该啦，只要恁住了满意啊，我才会当安心啦。哎，后边这位是上回，过来，过来啦，来，小欧，哦，江总裁。这是我的小弟邵怀，是蝴蝶啊，拄只才从泰国过来。哦，原来是江家的李少爷。你好，你好。你是江总裁，是我跟阿姨真重要贵宾。嗯。总裁，你跟妈妈同款是总裁哦，哇，真厉害呢。不啦。蝴蝶拄才有甲我提起，江总裁是足重要的人客。那安尼，我调一杯饮料，好人客饮。好，你等我一下。江总裁，失礼啦，我倒来看麦，失礼哦。江总裁，你是不是感觉少怀怪怪？是安尼啦，你细汉时喏。发生一阵意外，头壳伤着，造成心肌退化。有啥物无关的所在吼，啊，请你多多包涵。原来是安尼哦。总裁，派谁让你等这么久啊？特台奶茶来喽！江总裁，江总裁，失恋了，上怀了，又不是跳江的，失恋了，失恋了，失恋，失恋了。少怀不是挑工的，啊，我去摕面巾哦，给你洗好清气。江总裁，真正是累啦，啊，少怀并无歹意，伊就是较寒慢、较粗脚人底安尼啦。蝴蝶，泰式奶茶茶多啊。总裁，歹势啊，我不是挑工的，你莫生我的气啦。哎呦，我骨辛苦黏滴滴，哪有时间生你气啦？人咧讲哦，好心办歹事，就是咧讲你啦。你咪看，江总裁衫安怎穿，洗袂清气啦？原本好的心情，拢互你拍歹去啊啦！我之前毋是常甲你讲，做代志较认真诶，较专心诶。嘛有甲你讲啊，江总裁是咱了重要人客，啊，即个不管呢，要安怎？下我对总裁真歹势，你超工诶哦，超工还下面做毋？我呀，太衰了，是。那你是够耍的，出来了无了，鸟鼠就会跳卡去。我老爷搁伫个呢，你竟然在我老面头前看见你家己小弟，你真正无甲我看第间来。阿姨，你来这里为何囡仔？
这款情形，我要安怎向江总裁交代？你莫提江总裁来做借口，谁人唔知你想要伫咧这个厝做？你，妈，你莫过头兄，确实是我做唔到代志。少爷乖吼，我无第一怪阿兄，我是在甲阿兄讲道理。嗯，乖乖。嗯。凯阳，少爷是你的小弟呢，啊，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你哪会当在外人面头前讲伊的歹话，看轻伊嘞？你唔爱时间保护伊，搁再安怎讲？少爷会变成安尼，你要负上大责任，你知影无？别人会当看轻伊，也唔过你袂用的。你开口上济，阿姨，你又过来啊！每一届少怀了代志，你就算在我的头壳顶，袂出一点意外，是我让伊赶快赶快。虽然我少怀即摆头壳笑倒去，啊，不过上无也当规工欢欢喜抱你，叫你饲下妈妈，甲你对情对后。啊，我咧，阮太太即摆是植物人，我的后生伦伦。这么一个打在土堆啊！我永远都无机会，替叫我吃爸爸。按你讲，我才是上大的受害者。你煞一尴尬，到我空嘴抹盐，你对我实在够残忍的。意外偏偏就是你造成的啊！就是因为你袂听我的，我袂照你爸爸的委婉，你家己惊偏去，唔才会牵连到少怀。我不要怪你，只要怪谁？你是要讲啥话？你是讲啥话？我冒着这么大风险，敢是为了搞家己的利益？我是为了蒋家的未来。搁再讲啦，迄间男是少怀大主大义，全都恁得意。伦伦阁袂死，一张恐怖攻击。意外过后，我并无怪伊，嘛无怨叹伊，得到是你啦。一直在变故笑，你莫在遐借口一大堆好无？讲啥物为着蒋家的未来？蒋家敢有真正差你去赚点毒品的钱是？是你家己无正当，才来了一堆牛鬼蛇神来报仇，害蒋家家破人亡。这敢无应该怪你是？阿姨，代志已经过去三十几年啊！你还是唔肯帮我算，每一次少怀出代志，你就对我开刀，你跳江都在江总裁面头前糟蹋我，何苦作为？阿姨，我跟你讲啦，你若无法度自心内接受这件意外是水泡落地的事实，那呢？咱永远无法度好好相处，无法度互相信任。咱家己人来去外卡，以后有啥敢跟咱合作？一人一家代啦。对。为了蒋家，我甘心拼过。为了完成百个委员，甲蒋家扶持好，我甘无尽心尽力。原来。我对蒋家所谓付出，在你眼里，什么拢不是。我为爱做的，就是跟你这少爷安排个好势好势。那无我伫个蒋家，都永远无法度徛起，对无？细仔，你安怎想啦？为着我家己后生，我更要照顾啦。谁人若看不起伊，就等于是看不起我。谁人若敢摕少怀来做笑话？就等于跟我作对，万别想想跟九五七集团来做生意。我来讲，你有什么意见吗？你根本就是恶霸。我就是运输界做恶霸。卡叔哪里任何意见？你是谁让你回家？我绝对袂跟你走动。你我做。总裁，这位是你的查某囝，生得足水的呢。凯阳，敢无我甲你讲过，我有一个后生，我受伤了后，头脑退化，
到这样子都还没恢复，他是我的心腹啦。啊，所以凯阳来找你跟罗文轩，爱你回来讲价，就是想要把我们儿扫坏，按讲价继续人留下来，对吗？聪才，我听你在讲啥，你不要紧张啦。啊，凯阳来找你这件事，我都知道。毕竟我做爷阿母这么多年，一直开嘴，我就看到他脑后空。你是昆虫的查某囝，啊，你的后生本来就是伊的外孙啊，啊，拢是蒋家的人，啊，回来也是应该啊。也毋过，若是回来的目的，是要闹到家庆不宁，安尼对毋对啊？总裁，阮大兄确实是有来找我，啊，毋过我毋是要回去蒋家闹到家庆不宁。你真正想太多啊！卡叔跟他单纯爱恁倒转来，你倒转来嘛是同款啊！啊是安怎？一定要有一个罗文轩条款的。我再讲，和昆州出产骨料倒转来，这是件好代志啊！爱是安怎要污蔑我？这个动作加加起来，伊就想要对付我，唔只会偷偷地下进行。伊哪有可能在接受罗文轩呢？伊爸爸想要替你跟罗文轩来做炮灰，想要来攻击我跟少怀，到时阵就甲恁处理掉。你对凯阳了解，你家心内应该真清楚才对。总裁，你讲得真道理，经过你的开破。我心内已经有底了，你放心，我绝对袂等去蒋家去对付你。相公无让你等来蒋家，你是昆中思思念念的孤查某囝，我一定要替伊甲你找倒转来，才当安慰昆中提在天之灵啊。也毋过，我对蒋家的状况完全都无了解。我来家回去，我跟你妈妈同款，拢是有凯阳外屯的查甫，伊都认为是阮抢走伊爸爸，我拢是歹人。实际上，哪有啥物歹人？是伊家己心肝内第一想的。阮只是想要家庭和乐，一家人好好做伙。你看，我无因为讲我是总裁，我就无把权力交予伊，敢讲安尼？还阁无法度证明我无别的企图吗？我是真心希望群众的骨肉回来蒋家，所以罗文轩的代志你就免烦恼。我是做生意，我会针对伊的问题来想办法。我嘛绝对会甲伊办出伊的好，啊甚至可以慢慢来接受你。总裁，若真正对我这么有情有义，我绝对会选择站在你这边。莫讲站在倒一边啊，好好回来做蒋家的人。咱一家伙的，莫讲安尼吵吵闹闹、打打打去。咱一家伙的人，就要对付外口的敌人才对。总裁，你讲外口的敌人是伫讲啥啊？讲起来，这个人甲你原是个结真重。就是当初害你出车祸的陈忠实，伊阁对万条怨无情无义，敢讲你拢未怨恨伊？伊讲要甲文轩的目睭医好势，结果煞走去外口，买山寨版的机器，那害我辛辛苦苦替文轩得到因家母拍算去，阁害阮文轩目睭受伤到遐尔严重，若讲着要对付。我绝对是头一个赞成。